师父说要少求，不要把好不容易积累的功德用在虚妄的事情上。说那么每天功课不是求那个健康、智慧，然后消业障、心想事成，这些算不算？是不是也少求？这个不算，因为有了健康，对不对呀？有了健康，你才能在人间修行，对不对？这本身也是对的，也是有功德的。因为你没有身体，就像台长一样，我现在没有这个肉身，你们怎么见得到我呢？那我就跟所有的菩萨一样，我在天上照顾你们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有些不开悟就不信了。哎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求身体没有关系的。啊。明白吗？不算，身体本身就是应该人有拥有的健康，所以求菩萨这个不算贪，明白吗？嗯，